昆凌嘴甜赞周董大鸡鸡好看，看到这招牌憨笑就知道是憨娜昆凌来啦。她今天出席车商活动宣传新款小车，嘴巴甜到不行。你觉得这款车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？我很喜欢小车，因为在台北市如果女生停车很容易被男生按喇叭，所以如果就是女生停车，如果是小车就比较方便。等等，他说的和做的好像不太一样哦。我很喜欢小车，不止对车商嘴甜，谈阿娜达的健身成果更是甜到心坎里。因为我看金曲奖，觉得哦，真的很壮。这话有语病，果然被吐槽了。所以私底下都没有见面吗？是在金曲奖上才看到他。但是就是会觉得真的很壮。觉得他练的肌肉怎么样？线条漂亮吗？好看，好看的肌肉。哎，仔细看，昆凌这次现身销风不少，难不成是夫唱妇随一起健身吗？因为我一直都有在跑步啊，或游泳，所以然后最近是比较想说跑，我想要瘦一点。有运动的健身吗？没有，我都自己就是如果有空或是工作结束就。刚说喜欢小车，那周董的车是不是对你来说有点太大啦？我说我自己的车是小车就好。苹果娱乐新闻，杰伦皇还不快再买台小车给他报道。